什么新的新策，观众朋友就到来关心的是针对着的这一阵子发生在病院急诊室的暴力事件是一件接一件，是当急着医护人员的士气。你为着要保障民众和医护人员人身的安全和就医的权益，刚一接到病院，伫咧讲何时来举办着急诊暴力应急医疗应变示范演习。卫生福利部的署长李伟强和嘉义市长吴明辉等亲自到现场，期盼透过演习，和医护人员、警政单位和民众会当了解到如何来应对急诊室的暴力，买单和民众安心就医，医生全力救人。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对1998年一直到今年5月份为止，平均每2天半都有一件扰乱病院秩序的代志发生。更加严重的，阁有客情合作台威胁医护人员的代志，施暴者无理性的行为，影响着医护人员的情绪和专注力，阁有其他急需要就诊急诊的民众。在为着要保障民众和医护人员人身安全和就医的权益，全国第一场急诊暴力紧急医疗应变示范演习，刚好是在嘉义基督教病院登场。希望透过演习，和相关单位会当熟悉急诊暴力应变的程序，和所有的医护人员专心全意救治病人。在急诊室哈，有曾经对我们的医护人员哈暴力相向的行为。那产生的情况是造成很多在第一线已经很辛苦的这些医护人员哈，会产生失望，甚至离开这份工作。所以我们现在经过全国的各个专家共同订定的一个标准作业流程，从如何及早发现这个有施暴者的一个潜在的可能性，一直到如何及时的预防，如何的事先的调解，如果不能调解成功，我们如何能够连线，透过警民连线，请我们最邻近的这个警察的人员来协助排解纠纷。那排解完之后，如何能适当的将滋事者能够带离开来，并且保护我们的医护人员这是我们主要目的。整个急诊暴力紧急医疗应变示范演习是由卫生福利部、东区和南区紧急医疗应变中心，阁有嘉义市政府共同参与。卫生福利部表示，嘉义基督教病院不管是在医师人员应变能力，或者是急诊硬体规划部分，拢已经具有水准。所以全国第一届的示范规模是选伫咧嘉义，目标希望借由演习进行事件状况模拟，检视急诊暴力应变的处置流程，和相关单位会当实施急诊暴力应变程序，达到上好的应变效果。最新新闻，中央新闻网王小三嘉义市采访报道。